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好了没？还没。到底好了没？还没啦。哦，两个多月过去了，还不交作业，小心把你给冻掉。哦，小猴子，有这么快吗？两个多月啦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发誓，我今天一定要交作业。OK。看不出来，小猴子，你人小脾气这么大。嗯，还请你吃香蕉啊！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瑞拉拉，又猜到了吗？我今天要交的作业是 Kiss the Rain。在谈 Kiss the Rain， 有没有遇到什么难点呢？当然有咯，你想看，我们用了两个多月才猜好了 Kiss the Rain， 一定是非常好弹的哟。到底哪里好弹呢？从第二页开始，你就会感觉到它非常好听，也非常的好弹。九音大波浪，很多都需要转指，而且八度不够，还要按到九度，所以刚开始手就是张不开，张不开，一直按错。那后来怎么办呢？老师的视频一遍、两遍、三遍、四遍、五遍一直看，还有呢，他的转指的指法一定要抄，抄完笔记之后，剩下就只剩闭关苦练了。就这样一练就两个月过去啦，终于练成了耶、yeah, 开心。第二个瓶颈呢，是我一直都没有发现的，就是刚好遇到调音师来调音的时候，你也知道调音师每次调完音都会有个不成文的习惯，就说啊，小姐你也来弹弹看吧，我已经调好了哦。我就这时候我们都会弹最熟最熟的那首歌，可是只要调音师一站在我旁边，我就会一直弹错，一直弹错，一直弹错，一点信心都没了。不过调音师都非常的世故，都说哦，弹得真好，真好啊，钱拿来吧。我们都会赶快把钱给了他，把他送走，然后留下自己无地自容的自己在那里。哦，怎么刚刚弹得那么糟呢？所以我发现自己的弱点就是，只要旁边一站人，我就弹不下去了，就会一直戳，这个就是抗压性还不够。于是我就请教了孟老师，请教他，老师快告诉我该怎么办克服这个弹琴的压力，当旁边都是人的时候。孟老师说，首先你要自信，再来你要无视于旁边的人，第三你要专注于你的钢琴，这样子你就可以弹到浑然忘我的境界，试试看吧。哦，好吧，就是要我们目中无人跟充耳不闻是吗？老师我懂了。嗯，从那天起，我每天去卖场采买的时候，我一定就会这样子。旁边的人看到我就会觉得疯子气心，真的感觉自己的胆识变大了，不容易，不容易弹错了，你们可以试试看。感谢孟老师。老规矩，拖鞋鸡蛋准备好了吗？啊，忘了，没关系，我帮你准备好了，来吧。Thank you.
还没。到底好了没？还没啦。两个多月过去了，还不交作业，小心把你瞪掉！小猴子，你眼睛怎么了？哦，粘住了。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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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。